森森，你给我准备什么礼物了？啊？什么礼物？儿童节啊！我不管，别的小朋友都有礼物了，我也想要那种可爱的、甜甜的小礼物啊！小朋友就要有小朋友的样子，别的小朋友还写作业呢，你写吗？我不管，我就要过节，我是小可爱。哎呦，动不动就把人家天哥拧下来的小可爱啊！谁说的？悠悠还是小公主呢。比心大姐大，请你有点自知之明。与你无关，把嘴巴给我闭上啊！我猫又……哎，头发，你给我发520干嘛呀？猫又小朋友，节日快乐呀！说谁恋爱白痴呢？我有初恋的啊！哎，跟冰雪头发凉吗？我真的有过初恋，大学的时候。哎呦，快，瓜子准备好了，来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，我们漫步走进了学校后街的网吧。啥子网吧？别打岔。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游戏，他和他的朋友打得酣畅淋漓。为啥他朋友有在呀？再打岔我不说了。当时我就想，作为他的女朋友，我应该和他一起感受游戏里的爱恨情仇。于是啊，我让网管也给我开了一台电脑。哎，大姐，你就直接说你们咋分手的行不行啊？太啰嗦了你。你怎么就这么不耐烦呢？我连我创办游戏公会的经历都还没有说呢。我好像知道你们怎么分手的了。分手？啥分手啊？你初恋啊？初恋啊？出个串串。哎，你买的 M2 给我。